要为人说，劝导一切众生，同入弥陀一尘愿海，方是知恩报恩之真心。啊，怎样培养一个喜欢给人说，啊，喜欢劝导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，啊，因为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这一条路是一切众生得度的捷径呢。这一条路容易啊，简单容易，稳当快速。而且成就无比殊胜，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太殊胜了。我们明白了，明白了才知恩呢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大恩大德。啊，让我们无量劫来在六道搞生死轮回无有出期。啊，这一下知道阿弥陀佛就能出来了。怎样报阿弥陀佛的恩，多带一些人去，这叫报恩。啊，你带去的人越多越好啊。啊，只有这样子真正能报佛恩呐、啊，因为佛的本愿是普度一切众生。阿弥陀佛无量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戒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六道众生，这是弥陀的本愿呢。啊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得到好处了，要把这个利益普遍告诉大家。啊，让大家一起来学习。啊，真心真愿求生净土。啊，满阿弥陀佛的本愿，这叫真正报佛恩。